Hello， 我是我的 Hello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《元素大战争》，又是一款 IO 游戏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它其实有三个元素可以选，就是我们右上角的水、草还有火。我们今天先来玩一下火。那我没有到选的那个的按钮。因为我刚录过了一遍，但是没有录到声音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开始玩吧 ，Let's go。那在这游戏呢，我可以吃草，可是水会吃我，所以就是我们是相克的一个状态。好，那它游玩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有很多技能。那我们现在呢？看一下最一开始的哈，最一开始的火球技能，对，那还要很好操控，滑鼠拉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吃草，然后这角落的，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吃掉，吃好吃，这里也有草 ，Hello。炸弹它会随机引爆，然后我刚好就是那么衰的就爆炸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用看着火刺，火球就是炸人，可惜我都找不到。那我用看火刺，火刺我应该会比较会用。然后现在草很多，草是最多。哦，好衰啊！哦，那里有水。好好好。他们现在追着我跑啊 ！No！好多炸弹！哦，这炸弹也太诡异了！炸弹怎么会那么多啊？啊！救命！快逃啊 ！OK， 我们要吃很多草。那里，哎，他放炸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再来一局。一样是 ，Oh my god！ 差一点，哈，好好 ，Oh， 啊，我没有火枪了，这跑步的超能用，那我没用看这个。小妹，快跑！好啊，我直接打开这个金宝箱好。好，希望拿到一些好东西。我们来用看这黏糊糊、东东巴巴好了，我有三个。好一点，这里有草。哎，同伴，凶猛，坏人，偷我东西吃，坏同伴。这里有树叶。这样很优，然后我们等那些树叶去吃掉水，我们就可以进攻。哎，好吧，都不见了。
我被那个这障碍物，那就是可以选择，对，选择一些。那我们就是你要集更多卡牌，就可以选择这些东西。那我们有两个了，在呢，两个我们要妥善利用。就是那里有水。哦，两个水。Oh my god！ 啊，我又站错。就是这款游戏，对，那我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跟秘密要做一个新的 MV， 对 MV 哦，那敬请期待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那就按个赞，然后分享订阅，然后不喜欢就改喜好，那下次见哦，大家拜拜。